小 S 全家出游旅行，在 IG 狂晒美照，二女儿火辣身材引发关注。小 S 自己的泳装照也让网友直呼跟女儿一样赞。而今日小 S 再次上传吃晚餐时唱歌的影片，她在餐厅听见一旁有人唱起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，便忍不住跟着一起唱。月亮代表我的心。而有网友评价小 S 唱的有点做作，不过我爱听。而小 S 也亲自回文，表示我偏爱做作、老实唱腔、直率的个性展现魅力。粉丝们都称赞小 S 很适合唱爵士乐，低沉的嗓音富有感情。虽然平常为了搞笑会故意唱得很做作，但真正听过他专辑的人都知道他很用心唱歌。粉丝更是喊话小阿妹什么时候登上小巨蛋，期待小 S 再次以音乐人身份活动。